咋回事啊？就这款啊？没事儿。他腿有没有啥？没有事儿，你那个胶瓶子给我，我送货去。你还去送货？走吧，我带你去包扎一下。不是这个、包扎啥呀？就蹭破点皮儿。你这得包扎，不然感染了咋办呢？你知道这多埋汰呀？这个、玩意儿感染啥？我们这给农村那时候这很正常吗？小时候。那你现在这些病毒细菌多呀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用，没必要，你快给我来。超市客户着急要，我刚才打好几个电话了。把电话给我去送，你先回超市等着吧。不，这我的活儿。你看看这儿吧。不是，冷冷啊，你给我来。你这还在坐着呢。不是，冷冷，你觉得你这么做，你是替我分担吗？你让我觉得我挺没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瓶酱油就让你觉得没用啊？那就一瓶酱油。我都送不明白，那我还能干点啥呀？你人干快一年了，就这一瓶酱油没送明白，你就觉得自己没用了？不是，那挺小一个事儿，我自己能干的事儿，为什么偏偏你要去干呢？就今天我不管你，你就开心了呗？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？你现在是两个人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你别什么事儿都逞强，都想着自己去承担。你必须接受我在你生活中存在，而不是什么都你自己承担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你这整会伤心了。行，咱俩回超市。中午去你包扎了。